婴儿发育，俗语说七坐八爬，酒会怎么样呢？七坐八爬，九长牙。正确。登记结婚时规定要有几个证人到场？不用，正确。两个。不是啊，他正确了。啊，正确。哎，老师请出题。知名艺人费玉清的哥哥是哪一位艺人呢？那个飞张飞。正确。正确的洗手方法有哪五个步骤？湿搓冲捧擦。正确。目前北韩的最高领导人是谁？金正恩。正确。八二三炮战的主战场在哪一个县市？金门。正确。猪肚其实是猪的哪一个器官？胃。正确。我看倒有点像绿豆糕，出自于哪一篇文章呢？雅亮。正确。下雪除了气温低，还要哪一个条件？湿气。水气。正确。水气。台北捷运上博爱坐的座椅是什么颜色？深蓝色。正确。中药材鹿茸是鹿的什么部位？那个角，鹿角。正确。儒家孔子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？人。正确。物理学家牛顿是哪一国人呢？英国。正确。球赛当中最有价值球员英文缩写是什么呢？MVP。 正确。好，时间暂停。哇，还不错。哎，有撑住。哎，有吗？ Vicky 姐你领先耶。怎么可能？真的耶，你妈妈的神。这个时钟是不是坏了？ Vicky 姐你太强了。怎么可能？你们两个差 Vicky 姐六秒。我跟你讲，是因为他们有一题答的那个撕戳冲突太多字了。哇，现在会呛人家。很呛哦。丽丽姐，我坦白讲，你每一题讲的话没有比他们少。他连飞跟张飞都在。姐姐就横竖法师费珍妮，那婴儿的发育呢？就有人家不是俗语吗？一视二听三抬头，四卧五抓六翻身，七坐八爬九拔牙，十岁就捏周了。哎，可是我真的很意外，说登记结婚，我记得以前都要有证人呐，为什么现在？我跟你说，其实登记结婚是这样，是那一张那个契约上面啊，要有两个证人。对，那这两个证人要满20岁，可是呢，证人不到场是可以的哦，你可以先给他签，你只要两个结婚的当事人有到场就可以。对，就是说，我想假设说我的证人，我就是想请瓜哥好跟小梁哥，但他们那一天可能没有空跟我去户政事务所，我可以先请他们用印签名。哦，是这样啊。然后我再带着什么许光汉，然后我们两个当事人也到现场。举例，许光汉还是流浪汉？流浪汉，那 OK， 我们盖章。对对对，会盖章。啊，你有没有有试一下？现在我们67秒，你还领先6秒。怎么可能？要不要换人？童秀娟，换人，我要。你最光荣的就是这一票。继续，继续，继续，我见好就收，见好就收，真的吗？见好就收，我觉得你很好，你继续啊，我见好就收。啊，那刚刚赵刚的顺序呢？我们这边来宾先答啦。哦，哎，加油，67哦，你领先他6秒哦，不要浪费这种宝贵的秒数啊。来，老师，请出题。台湾高中生游泳要能够游多远才能毕业？50公尺吗？正确。出厂5年的机车多久要做一次排气检验？1年。正确。家中需要急难救助的话，可以拨打哪一个专线？119吗？下一题。歌仔戏是哪一个地区特有的传统戏曲？宜兰吗？正确。一般瞎子用哪一个器官进行呼吸？鳃。正确。目前台湾高铁共有几座车站？算，赶快算。台北。板桥、南港，pass。下一题。中国最早的文字是哪一种文字？甲骨文。正确。灭火器的正确使用口诀是什么呢 ？Pass。下一题。中华民国公民几岁就拥有公投的投票权？18岁。正确。回眸一笑百媚生指的是哪位女人？正确。哈利波特、葛莱芬多的代表色是什么？红色。正确。牛棚是哪一个运动的热身区域？棒球。正确。台湾祖父母节是定在国历的几月份？8月。正确。
日本相扑力士最高的位阶叫做什么呢？啊，这什么？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清真寺是哪一个宗教的特色建筑？伊斯兰教，正确。台南孔庙祭祀大典时会跳哪一种舞？六艺舞，正确。兵法三十六计的第一计是什么呢？走为上策。下一题。商品买一送一等于一件打了几折？半价，正确。哎，暂停，时间暂停。半价就是五折，哈，打了几折，半价就五折，十六秒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十秒，这还有机会啦。对，还是有机会。我们先讲哦，家中需要急难救助，可以拨打哪一个专线？这是全台湾都可以打的，是1957，1957，家暴，是家暴，哪一个都是家暴专线。你这个113什么？家暴，家暴，1957，因为它算是一种福利咨询专线，哪怕是你低收入户申办，或者是急难救助各项的社会，所以比打119快哦。对，因为他你就想1957，1957哎，哦，1957，所以他可以帮助你，好不好？你透过手机或视话打1957，让政府有资源拉你一把，不然我们每次社会新闻一打开都是那种哦，我家里没钱，全家去轻生的那个，看了也是很痛心，对不对？所以记得给生命再一次机会。对，福利咨询专线1957。然后台湾的高铁目前有12座的车站，像台北本身就3座了嘛，南港、台北、板桥，对，然后桃竹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，对，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、高雄左营，总共12个车站。好，那我们刚刚关主顿呆了一下，来。灭火器的正确使用口诀哦，就是拉苗压扫，你把那个插销拉开，拉开，瞄准起火源，对，哦，然后压下去，开始扫，拉苗压扫，拉苗压扫。还有那个日本那个相扑最高的，太难了，位阶是横纲。日本相扑力士他们有一个位阶，它最高阶的是横纲，因为相扑它不是大家看都觉得哦是蛮力，其实它是心技体，就是说你的心态是怎么样，你的技术够不够好，你的体能好不好，所以最神圣就是一个刚的意思，横纲，对，横纲是。然后那个三十六计嘛，对不对？第一计叫瞒天过海啊，我们都以为走为上策，走为上策是最后一计，但是第一计是瞒天过海，因为最后一计没播啊，对啊，最后一计就回上策。那就要换人吗？还可以换吗？可以换啊，暂时这样。大家都换，大家都换，大家都换，这个荣耀是属于我们的。没有办法，真的，我不想让我的孩子看到他这么笨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他只看到16秒而已。他只看到你送错学校。我在我儿子心目中，我还算是个聪明的妈妈哎。那就表现给他看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哪边发球？那我们关主先好了。好，关主先呐，好，准备好了吗？老师，请出。噶玛兰是台湾哪一个县市的旧称？宜兰，正确。相传秦叔宝跟谁成为了门神？帕斯。下一题。实施种姓制度的是哪一个国家？印度，正确。标准的 4HD 画质解析度是多少？1920×1080，正确。蒜头其实是植物的哪一个部位？根。下一题。目前诺贝尔奖共设置了几种奖项？帕斯。下一题，时间到。对我是印度，我是印度，体验到了嘛，对不对？门神就是谁呢？就是秦叔宝跟尉迟恭。那我们都有看一些民间神话故事，就是说，哎，唐太宗呢，他怕这个海龙王来找他讨命，所以就安排了这两位当门神。但其实实际上呢，是因为唐太宗他有玄武门之变嘛，所以他怕兄弟来找他算账，所以叫了两位将军呢镇守他的宫廷大门。就尉迟恭跟秦叔宝，对，然后蒜头其实是植物的茎，对，这个要记得，不是根，因为它就是它的块茎。诺贝尔目前有物理学奖、化学奖、医学奖、文学奖、和平奖、经济学奖，6个，总共是6个。但诺贝尔里面就没有数学奖，因为传说诺贝尔的女朋友被一个数学家拔走了，他很生气，他就不办了数学奖。哦，谢谢我们的关主提供我们手下的奖品。是的，哎，你答得很好哎，秀娟。就很紧张，对呀，重要时刻哎。刚刚在答题这边三个也是蛮厉害的，对，都有讲一些错误的答案。没有了，太厉害耶！对啊，你们
哪几个说对的？我们没有一个错的啊。我是没有一个对的，都有标准答案。我已经忘记跟题目什么。经由今天这一集，我知道笨跟生几胎无关，生很多胎也是有很聪明的。慢慢，因为小杰的落差不大，对，落差不大，没关系，三位下次再来挑战啦。那今天谢谢两位热情的参与，也谢谢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。我们百变智多星，一起动脑筋。